是什么名为勇气的力量，我还记得嘞。啊，画，我忘了把画面切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打水的造型吼，主任的魔导试卷，来大家看。啊，用的是木巴队。Go。好，第一关是全盘锁定，我们尽全力把全盘消光光，四回合之内消光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家伙血量很少，只有20万而已，所以只要消光光基本上就过了，基本上。好，他每回会锁定新珠，这样就过了。可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下加减洗一下技能。然后就卡星说：“干，怎么这样也可以卡星珠？有没有搞错？没关系，还好我有带 BB， 太悲惨了吧！更换账号那个是越狱软体哦，手机必须越狱才能使用。造型有了送什么？送每属各对应属性的肥料，大肥料。哎，哦，那颗是暗珠，我看到了，可是我。”八缸九缸，关卡血量其实都没有太多啦。好，开木屋。看这个血转。哦，这应该就能带走了吧 ？OK， 直接带走。然后下一关是双重电击 ，CD1 打10600，有点麻烦哦。我想一下，开个墓碑好了，这样就好转太多了。哎呦，好，这关显然是350万。要翻墙没有啊？应该说是越狱啦，翻墙有点奇怪。伪王是。九重冻结加牛油转珠，开主角。八九十十一十二，他血量是500万多一点，这样应该就带走了，对吧？轻松通关。啊，不是翻墙，是越狱啦。好，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造型的话，你首次通关会拿到这个造型。如果你已经有的话，他会送你一只水的大肥料，就是那个鲤鱼。